是清风品牌代言人杨子，我现在在片场，正在为清风最新系列花萃真品拍摄广告片。我觉得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女孩子，懂得爱自己，才懂得爱生活，收获自己的小确幸。我觉得花是非常浪漫的代名词。我想生活中我们学会像花一样生活，浪漫一些。我想不仅过得漂亮，还要有花的芬芳，花的力量。总之，生活过得有颜有品，精致就对了。虽然现在很热，可是我们的气氛是花花世界，如梦如幻，法式浪漫。总之不能透露太多，大家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样子。很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清风，还有别忘了看我的花萃浪漫大片。